别人眼中的杨不是骗子。当地龙甘愿赴死与青龙对赌一局时，旗下和他的拳头也洞悉了仓颉琪的又一个规则。骗人仔，你写了好多字哦。遇到胭脂春还是文巧云啊？文巧云，你又知道了。拳头，之前我和楚天秋、地龙一起来到游戏场地的时候，你们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说话，还记得当时有谁跟韩一墨说过话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好像只有赵医生和他说过话哦。那就对了，韩一墨不是咱们自己人，无论他赢了输了都没关系。不是自己人吗？韩一墨进来之前还好好的，可是游戏开始之后就忽然紧张了起来。我感觉这期间他接受了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藏任务，比如杀了旗下之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看他的表情也感觉很快，只有在出卖大佬的小弟脸上才能见到那副表情。两军交战必有奸细，只是陈俊南有和谁讲过话吗？俊南仔吗？俊南仔是在和……算了，就当给我个惊喜。现在看来，韩一墨是对方的人，却和文巧云打在了一起。看来这件事，楚天秋和文巧云都不知情，我们不亏。我们真的不亏吗？我感觉写字仔肯定会输给那个靓女，就算她是对面的奸细，可身上毕竟带着咱们的字啊。所以我给了他马，韩一墨带着马是目前的最优解。我算了一下，马能组成的字非常少，或许只能有一些我读不出来的生僻字，丢了的话也不算太可惜。是吗？骗人仔，你快要把所有的字都组出来了吗？没错，但我感觉很奇怪，若是我计算的没错，这些字组成28个有些困难，但具体的可能性太多了，还需要点时间。哦，先把你身上的字给我。哟，骗人仔，这能组成字吗？我不好说，只是感觉木和冰能组成字，只不过这个读音得推敲一下，现在手头没有相关工具，看来只能蒙一把了。你收到雏形吗？还真的有这个字。这个字好奇怪哦。如果写下同音字的规则是为了避免有人乱猜，那写下的同音字应该不能乱写，所以同音字的试错应该会有限制，只是这个限制是什么？可木和冰组成的字有可能读帮，也有可能读冰以及冰，可屏幕上的这个字要怎么读？这个字若是猜对了，就可以创造一个字让整支队伍拿下五分，可若是猜错，不好的后果会是什么？字会被没收吗？还是说会扣分呢？骗人仔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字不就一个音吗？一个读音吗？你确定吗？是呀。拳头，你念一下小兵和来宾我听听。小兵来宾，有问题吗？很简单的呀。分不清后鼻音吗？难怪会认为是一个音。若是这场游戏的主帅是乔家靖，估计这个游戏开始就得认输了。等等，说不定运气也是一部分呢。拳头，我一直都感觉你的运气很好，至少比我好。我运气好吗？对，所以我选择按照你的思路来选一次。木和冰创造的字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他读冰即可。创造成功了吗？你看我就说吧，这个字就一个读音呀，读冰。冰字的读音蒙对了，可若是其他生僻字呢？接下来的都需要靠蒙吗？毕竟这场游戏要不是不蒙生僻字，这28个字就很难组成，又要怎么获得胜利？可惜了，冰的八没法分开，否则就能组成乒乓两个字了。不过应该能从冰上获得秋和八两分。现在已经创造了七个字，距离28分还差21个字。既然如此，手中的偏旁还能再组成别的字吗？这个字念爬还是念八啊？乔家靖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值得考虑。是啊，包含八字的字读音并不都一样，比如扒手和扒这两个字，还有这个爬字，爬字也可以读八，而八字也有拟声词八，看来还得再赌一把了。成功了，得到了第八分。我还是不太喜欢这种莽撞的感觉，这和赌徒有什么区别？没关系啊，骗人仔，得分就已经很好了。这些字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为什么可以组成的字这么少呢？还可以组成一个字哦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两个可以组成一个字。木和八吗？
对呀，这是贝壳的贝呀。骗人仔，你怎么忽略了这么简单的字？灯下黑了吗？这能行吗？我从未想过这个方向。繁体字能行吗？背吗？不过无论能不能组成，都可以先试一试。已收到文字背，此字不算作本场游戏得分，请重新创造。啊，坏了，骗人仔，这屏幕好像不认识字啊，背字都不知道的呀。应该不是不认字，仔细想想，一开始地龙给我的字就省去了繁体，比如居是居，马是马，所以单纯的繁体字不算在得分之内，也合理。老爷，这个游戏很明显实在针对我啊。应该不会，若是加上繁体字的话，拼写出的字会变多，这个游戏的难度自然会降低不少。可如果不包括繁体，那么这些字也太……等一下，我好像太拘泥于偏旁部首这个概念了。当初仓颉在整合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怎么可能被这些概念局限住？哎，这是，只有这样才会获得足够多的字，难怪我会觉得字不够用。我丢啊，这都能组成你的，骗人仔你头脑不错啊。我早该想到的，现在能组成的字变多了。你吗？有点不太对啊，骗人仔，你知道你的同音字吗？你吗？米字的同音字吗？有了啊，这个字，骗人仔你懂得真多啊。九分了，这都九分了，哎，两个字九分，这样说来的话，每个字可以得4.5分，我们凑足28分之需要需要1222差不多6个字，我们就赢定了。不是这么算的吧？我相信你啊，骗人仔，你连米这种字都能想到的话，那接下来的组合就太多了。话是没错，但现在还需要试验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那就是3个零件能不能组成字。三个吗？这个是。我丢啊，我才是灯下黑啊，这么简单的字我居然没发现。不过也是哦，我连米都没发现，没发现米不是很正常吗？果然如此，不仅偏旁可以旋转，更可以使用多个偏旁部首来组成一个字，这样一来的话选择就更多了。这可太好玩了，骗人仔，我小时候如果有这种玩具的话，我能玩一天的哦。拳头，现在可是要命的时候，你会重新带上自己的像去韩一墨附近的房间等着。写字仔吗？他不是奸细吗？他是不是奸细不要紧，若是文巧云抢夺了他的字，你便将文巧云的字和他的字一起抢夺回来。好，可你知道那个亮语是什么字吗？不知道，但正如我说的，只要能够过河的字就只有居、马、炮、卒，他不可能是卒，所以我希望他是炮。好的，我知了。这个是怎么了？骗人仔，你说木和米能组成咪，那木和木能组成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两个字能组成字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字就是像好像是爱。可如果木在左边能行吗？这木字右边一个木吗？这个是个字吗？